客家话我就没有唱过，不知道能不能唱得出来就是了。你试一下。你不掉问喊给给三妹来冲毛毛问三妹给你真给胸亲自啊头发那半就喊头发嘛眉毛两千毛呼吸喊压三毛问我的妈呀太难了我用普通话转一个项目来家们帮我站站走一走啊谢谢大家怎么差了一点点去屁屁公给地不一样喊屁毛拉架带哈就喊夜猫哎呀有味道好像第一天呀貌似有